飞机上班的经济大澳门国际机场，现在当地时间为下午2:15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在飞机上未完全停稳，即刻请安全带灯熄灭前，请你不要剪开安全带，离开座位，也不要使用行动电话、电子用品。切记事情，别忘记你随身行李及物品。同时，请您在打开行李箱时特别留意，以免行李滑落下来。我们在。